散场。对，要去吗？等一下去好不好？男生跑步。姐姐在不在？好，等姐姐，姐姐要画画。姐姐在不在？姐姐要涂颜色。眼睛姐在不在？爸爸，我现在已经学会画画了。很厉害哦，黄宝琴。已经很会画画了。那你要不要说一下，这你画的是什么东西？我画妹妹。是啊。我会画画。长大你就会了。